上来。哎，我们那个啥来，我俩就到这儿溜。玉手锁舌不能耐绳紧，知不知道？出去，出去。有个天大的秘密，我你还想吃点什么菜？用不用我帮忙啊？不用你，不用你帮忙，你就坐在那儿，你这上面所有东西你都不要碰啊，你就干你的事情啊。女生宿舍在宿管阿姨的管理下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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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你猜猜我是谁？咦，我猜死你是谁，你给我出来，出去，快出去，快走。怎么办？这宿管阿姨是真难对付。哎，你不有那些迷妹粉丝吗？你让他们帮忙帮助咱们就完了呗，让他们帮上忙。那我召唤一下他们。召唤吗？为了防止宿舍被破坏，为了维护宿舍的和平，出来吧，迷妹！存有力量吗？我是希瑞。你召唤得了，整的我。来，我们想进这个宿舍，但是我们进不去。你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去？我们就用经常用的那一招吧，咱就他们四个负责跟宿管说话，然后我呢就偷偷把你俩拽进去，行吗？我们为什么就没有想到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笨，笨。对，走。阿姨，回来了。等，那个宿舍我看看，6号楼332，好，我记一下。